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吞噬星空》，作者我吃西红柿，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第992章，人类疆域，太阳系中，一切金光消散，罗峰恢复正常。刚才罗峰也有些发懵，刚才一瞬间自己似乎看到了原始宇宙的万事万物，看到了无数隐秘之地，无数生灵向自己匍匐跪拜。很快罗峰不再多想，我的生命基因层次。罗峰连忙仔细感受这一次突破成果，拳头一握，神力震荡，这顿时令罗峰露出喜色。到了罗峰这一程度，对力量掌控何等精细，他当初甚至能够确认神力层次达到了89999倍，可想而知精确程度。10万倍，整整10万倍，不多不少，我生命层次基因竟然是10万倍。罗峰为之震撼，天哪，这太不可思议了。虚实神体三层次，3万倍6万倍便是第一层次，6万倍到9万倍便是第二层次，9万倍直至无限趋近于10万倍是第三层次，而且在段东河一脉传承记载中，从未有谁达到过10万倍，禁之世界记载中也从未有谁达到过10万倍。虚之是记载，也就是说在远古文明，段东河一脉和禁之世界都从未听说过10万倍生命基因层次存在，这只是一传说，在远古文明都只是传说，从未有谁达到过，没有任何记载。我做到了。罗峰发懵，我先前达到89999倍，而后悟透宇宙之主、真神、虚空真神这一派系和界兽一派系相通处。罗峰暗道，难道在远古文明就没有一个宇宙之主能做到这一步？是了，似乎禁之世界记载中关于界兽记载也是传说，而且记载中的界兽似乎非常强大，是成长期的界兽了。此刻的罗峰并不明白为何自己达到十万倍，是因为眼界不够，毕竟连段东河一脉、禁之世界一脉都未曾发现过神力路线达到10万倍的强者诞生，既然没有发现过，自然不明白其原因。罗峰自己成功了，可却仅仅只是隐约有些推测。该突破了。罗峰一迈步，嗖的一下便直接瞬移回归到银河圣地。茫茫银河圣地中，那无尽幽海上空，一身白袍罗峰凭空出现。无尽幽海重组。罗峰俯瞰下方无尽幽海，轰隆一下，无尽幽海顿时腾饶起无尽雾气，而后生命基因层次迅速蜕变，从之前的89999倍直接跃升到10万倍。不过这一次突破再无至高龟兹莱赫了，随着这一突破，神力至上提升，体积自然也稍微缩小了一些，从之前直径12光年到现在不足11光年。哗哗哗，只见无尽幽海疯狂吞噬，上方无尽虚空都出现了原始宇宙的法则海洋虚影，大量海水凭空诞生，不断降临到无尽幽海上。过去无尽幽海必须靠天赋创造让幽海自动恢复来逐渐扩大体积，可此刻达到10万倍已然是无尽神体，完全可以尽情吸收。只见无尽神力海水不断从高空落下，融入无尽幽海中，令无尽幽海体积不断增加，同时原本一直在宇宙海中巡守的幽海分身、磨砂族分身、金角巨兽分身也往回赶了。一旦最后突破，诸多分身合一，那些分身是得消散的，若是不回来，想星辰塔宝物不就遗失在外了呀。无尽幽海极为广阔，而在它的上方却有着更加广阔的法则海洋虚影，大量神力海水不断降下，仿佛下着暴雨。是法则海洋，竟然这么多神力降临。银河圣地宫殿群中，那一些真身宇宙之主还有大批宇宙尊者等都一个个遥看过来，遥看着那法则海洋虚影都为之震撼。在无尽神力海水笼罩下，正有这一白袍身影站着。
吞吸速度竟能这么快。罗凤为之惊叹，一般神体恢复若是重伤，从 90% 神体恢复到 100% 神体一般需要时间较短，可若是从 50% 神体恢复到 100% 神体，所需要的时间则是开始万倍百万倍暴涨。因为损失神体等于损失了部分灵魂，要恢复起来极为艰难，这才造成轻微损失时恢复很容易，比如有 98% 神体自然能够很快恢复。一个道理，无尽有海体积大概是之前的 90%， 可是因为是神力重组，实际上罗凤的灵魂没有丝毫损失，因此他吞吸速度极为迅猛。我感觉到我的每一份神力都在呐喊似的疯狂吞吸着。罗峰惊叹，并且正常情况下要吸纳法兹海洋中的神力比较困难，可我现在吞吸法兹海洋直接降临虚影，似乎极为配合。跨入不朽，跨入尊者，跨入宇宙之主，在每一个门槛跨越时，法兹海洋会直接倾倒神力。罗峰此次突破是神体生命层次突破，并非是门槛跨越。即便是本源一直再想帮助罗峰尽快提高神体，也得遵循规则，罗峰必须主动吞吸才能引动那一些神力海水降临。一者罗峰灵魂完整，二者十万倍的神力本身吞吸力量惊人，三者本源一直在规则允许下极度配合，短短一年多点时间便让无尽有海再度扩张到直径12光年，无法再扩张了。白袍罗峰站在无尽有海海面上，而高空中的法兹海洋虚影则终于散去。达到直径12光年便无法吞吸到神力了。罗峰若有所思点头，达到神体第三层次，所谓大小随心无限神体，恐怕这个无限神体也并非是真正的无限。须知原始宇宙的法兹海洋内的储备都是有限额的，怎么可能真正无限？直径12光年便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限度。罗峰瞥了眼遥远处，在遥远处宫殿群中的确有着不少强者遥遥看着，显然持续一年多的法兹海洋虚影降临，且时刻宛如暴雨般大量神力海水，也让这些强者们为之震撼。开始吧。罗峰心一动，只见旁边一个个身影接连浮现，分别是幽海分身、魔杀族分身、金角巨兽分身，加上地球人本尊，紧接站在这里。宁，罗峰看着下方广阔无尽幽海，轰隆一下，随着罗峰一个意念，顿时下方无尽幽海忽然朝罗峰地球人本尊涌来。只见罗峰地球人本尊宛如无底洞，尽情吞吸着一切神力海水。一眨眼功夫，原本浩浩荡荡广阔无尽的无尽幽海竟然凭空消失了，不，准确说还剩下一片小湖泊。相对于之前的无尽幽海而言，这小湖泊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嗯，罗峰皱眉看着远处虚空中的小湖泊，我地球人本尊竟然无法容纳整个无尽幽海神力。罗峰暗道，那小湖泊相当于之前我地球人本尊神体储量，也就是说我地球人本尊拥有的神力和直径12光年的无尽幽海完全一样，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也不能太贪心呀。白袍罗峰看向身侧，嗡的一下隐约金光亮起，顿时地球人本尊、金角巨兽分身、魔杀族分身、小湖泊、幽海分身尽皆进入金光中。去神国了，银河领主回归他的神国了，吞吸到那般多神力应该开始神国扩张为小型宇宙了。远处观看的虚金真神、火琼真神等一个个都期盼着。广阔的神国有草原，有大海，有山脉，罗峰站在高空遥看着自己无尽神国，我的神国早就达到极限了，只要开始扩张则会很快演变为小型宇宙，我的神力也吸纳到极限，无法再吸纳了，那么就开始吧。罗峰站在高空情不自禁有些激动，怎能不激动啊，毕竟期盼这一天足足期盼了1亿纪元。随着罗峰一个念头，广阔神国顿时轰隆隆开始扩张，
原本神国界壁再度朝外膨胀，这膨胀顿时发生剧烈反应，轰的一下，整个神国震动，顿时一道虚空通道直接连接到神国内。这条不知道源自哪里的虚空通道的这一段疯狂涌出无尽混沌气流，浓郁的混沌气流一涌进来，顿时撕裂大地，撕碎海洋，一切破碎回归混沌。得到大量混沌气流力量供应，神国开始疯狂扩张。轰的一下，随着神国扩张，又一道虚空通道诞生，更加多的混沌气流涌来，宛如灭世场景。罗峰站在神国中央，看着四周，一个个虚空通道接连诞生，涌来无尽混沌气流，令整个神国内形成一处处混沌漩涡。神国且在持续扩张着，一边扩张，神国本身还在不断移动着。神国本身就是在空间夹层中，空间夹层往外便是原始宇宙魔壁，穿透魔壁便是进入宇宙海。此刻神国在不断进发，想要从神国一跃扩张到小型宇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转眼便过去了七天，就要到一亿光年了，直径一亿光年，真身的小型宇宙一律都是如此。罗峰站在无尽混沌气流，期待感应着自己的神国。虚空真神的小型宇宙直径是从十亿光年到百亿光年，可真神却一律是一亿光年。因为在诞生之初都是一样，小型宇宙刚刚诞生，当扩张成型之后，则立即进行小型宇宙内部构架等等。当将来突破为虚空真神，这小型宇宙内部构架和真实神力等等才会影响虚空真神小型宇宙大小。砰的一下，整个神国猛然一震，原本的神国壁垒已然变成宇宙魔壁，并变成一直径一亿光年巨大天体。紧跟着，这直径一亿光年的小型宇宙竟然又在持续扩张，还在变大。本就激动的罗峰顿时愕然，一切真神小型宇宙进阶是一般大小，怎么我的小型宇宙还在变大呀？难道和我神体有关？罗峰不由想到，之前突破到十万倍，那可是原始宇宙亿万族群跪拜来贺，这场景简直不可思议。而神国扩张本就和神体最有关联，神力路线就是神体先突破，令神国可以继续扩张些许。而一般走神力路线的，不管是三万倍、六万倍还是九万倍，他们的小型宇宙也就是一亿光年直径。罗峰却是突破这一桎梏，在断东河一脉尽知世界对远古文明记载，都没有发现十万倍生命基因的真身诞生，这可比九万倍难了不知道多少，稀有了不知道多少。这样一种情况下，十万倍生命基因层次岂会是那般简简单单？须知达到三万倍便是神体高度暴涨10倍，六万倍则是暴涨1000倍，九万倍则是无限神体，大小随心。这十万倍呢，更是引起规则降临，亿万族群来贺，若是一点特殊都没有，那才叫笑话。只是罗峰现在一心要成真神，未曾仔细研究罢了。而现在小型宇宙超过正常的一亿光年直径的，便是十万倍生命基因层次的其中一项特殊之处，直径越大，神体更是翻了跟头似的暴涨，这小型宇宙扩张就越加缓慢，因为所需要混沌气流更加多，直径2亿光年、3亿光年。罗峰在那扩张小型宇宙，可整个原始宇宙乃至宇宙海各族都早就为之望眼欲穿了，等待着一颗新的小型宇宙出现，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怎么回事啊？混沌城主也有些焦急，罗峰之前和我说开始去演变小型宇宙了，这演变小型宇宙应该要不了多久才对呀，这已经半年了，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在他对面则是另外一白袍男子元祖。罗峰喜欢白袍，元祖也是，不过二者气质不同，罗峰更如一把长枪，坚定锐利，不可阻挡，而元祖则是更为温润。我也不知道。元祖摇头，虚拟宇宙只能隐隐感应到那一区域，我确定罗峰的神国就在那一区域，可此刻他神国扩张更开始诞生本源，我本就不能侵入。
更别说在扩张时有本源一直帮助，也有至高规则的催发，谁都无法影响他，也联系不到他。突破时受绝对保护，没谁能够打断对方突破。宇宙还各族交集，罗凤则在自己小型宇宙中感应着整个小型宇宙的不断扩张。终于有一日，整个小型宇宙轰然停止扩张，一切成型，同时一股无可抵挡的浩然之力作用在小型宇宙上，令本就碰触到原始宇宙魔壁的小型宇宙整个就仿佛被弹出了一颗玻璃球，轰的一下，整个小型宇宙直接轰然出了原始宇宙，如鱼入大海，鸟入天空，这小型宇宙也终于进入浩荡宇宙海。这颗小型宇宙直径10亿光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被轰出原始宇宙时，那原始宇宙魔壁自然破出一个直径超过10亿光年窟窿。小型宇宙滴溜溜滚动着转着，碾压周围的混沌气流都澎湃开去，如此一庞然大物被轰出来是何等威势。轰的一下，剧烈震动，震动传递开去。自从罗峰引起原始宇宙亿万族群跪拜，便被宇宙海各族关注。自从罗峰携带着诸多分身回神国，宇宙海各族强者们早就分布在人类早期疆域所对应的宇宙魔壁外，足足数百名宇宙之主分散开蹲守着。一头蜿蜒仿佛蜥蜴的碧绿色异兽在虚空中，它绿色眼睛闪烁了一下，有波动。他立即发现不远处传来一股强大波动，立即一个瞬移朝目标赶去。这是瞬移出现之后，一眼便看到远处那滚动着的巨大小型宇宙。在这广袤区域内，不单单是他，还有足足数十位同样感应到波动赶来的宇宙之主们。是小型宇宙，好大呀，这里离原始宇宙魔壁这么近，应该是刚刚出来的，看还滚动着呢，肯定是刚刚被排斥出来的。这么大的小型宇宙得多大呀，因为实在太大，加上混沌气流汹涌，根本看不清，目测也不准，顿时一个个接连绕着这一颗小型宇宙瞬移来判断大小。哎呀，这颗新出现的小型宇宙直径10亿光年，其他真神小型宇宙个个都是1亿光年吧，这紫月圣地宇宙是21亿光年，东帝圣地宇宙是32光年，可那两位圣地始祖早就超脱轮回，达到更高一层次，小型宇宙才能那般大，这银河领主小型宇宙竟然大成这样。一个个震撼，虽然震撼却能接受，因为在他们心中，宇宙之主师就成为宇宙海第一强者，一突破便引起原始宇宙亿万族群包括真神跪拜，如此威势产生奇迹也不奇怪。听众朋友，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